欢迎回来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这个2018年的成绩荣考建筑的第9到第12题。就12题了 ,OK? 那么第9题呢，有三位学生 每人将一份礼物交给老师后，老师又任意将这三份礼物发给这三位学生每人一份，求没有学生拿回自己礼物的概率。OK, 所以呢，我们的学生呢，就因为这个号码小了，号码小我们也比较容易处理了。OK?所以可能学生 ABC 他给的礼物就 ABC 了，然后老师发下来的顺序他就有三的阶层，就有六个咯，我们就一个一个列出来，因为六个也很容易列嘛，对不对？ ABC ACB BAC BCA CAB CBA。 那么这六个 case 当中呢，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完全一样，然后这个是 A 撞到，这边是 C 撞到，这边是 B 撞到，所以是这两个 case 里面他们都没有拿回自己属于自己的礼物。所以呢total number of cases 是有六个嘛，对，然后有两个案件是他们都没有拿回自己礼物，所以呢那个概率呢就是六分之二等于三分之一。第九题的答案就是 boy。 来，我们看一下第十题啊。好，今天学校来了六位高中一的下班生，教务主任要把我们安插在三班高中一的班级中，每班两位，有多少种方法？ OK, 我们讲 OK, 这个班级哦，它是有区别的，所以我们假设可能高一 A 班、高一 B 班、高一 C 班这样子。OK, 那么我们这边有六位学生，我们讲1、2、3、4、5、6。OK, 那么我这边进去可能这边有先讲可能我选第五个，然后我选第四个，所以我这边有六个选择乘以五个选择，那么我这边还剩四个选择、三个选择、两个选择、一个选择，这样子是吗？然后看一下啊，我可能讲我可以选这边，可能我这边选放第一个学生，这边放第二个学生，然后这边就可能要放第六个学生、第三个学生，这样子。不过还没有完，虽然讲这边六五四三二一乘起来是726，是六个阶层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你要注意一点，他每一班放两个学生，比如讲我的 A 班，我放五跟四，跟我放四跟五是没有差的，所以呢，我这边我就要除二咯。同样道理，我这边也要除二，我这边也要除二，所以我就要除二的三次方。呀，应该要明确一点，应该讲除二阶层了，所以二阶层的三次方。因为二阶层还是二阶层的三次方，所以720除以8它会变成90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做的时候也是有犯了这个错误，所以你们也不要重犯了。OK, 好，所以呢我们来看第11题。哇，我放隔这样远了。 OK, 这个下图中 ABCD 是个圆内接四边形， CB 等于 CD, CAD 等于32度， ADB 等于68度，若 ABD 加 ABD 等于2，求 X。 OK, 如果你们还记得你们圆的定理的话，就是如果我这边放两个点，我这样子，我在这个圆周上的，在那个大的那个弓，我不管我怎样放，我那个角度那个直视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这个20度，我这样子也是20度，我这样子还是20度，此类推。那么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CB 等于 CD 嘛，对不对？ Okay,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看到OK, 角 CAD 它会等于角 CBD, 所以它会等于32度。OK, 那么呢我们的角 BAC, 角 BAC 会等于角 BDC, 那么因为你看啊，我们的 CB 等于 CD 就代表这个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腰三角形，我们的 BDC 跟我们的 CBD 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等于角 CBD 等于32，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有个32了。然后这个32加32 64, 这边68，所以我们的角 ABD 很简单的180度，只是要减掉那个64减68，所以就等于48度，所以呢我们的 X 等于48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
这三题都蛮简单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哈。来，我们往下走，十二题也是蛮简单的。OK， 十七位学生编号一至十七，排成一个圆圈，可以好吗？也没有什么重要。OK， 所以就是一二巴拉巴拉巴十七。OK， 好，这个答案十八，答案十九，二十巴拉巴拉就到三十四。基本上呢，就是我要讲啊，就是他喊的号码都会是17的倍数加2。比如讲编号2的学生，对不对？编号2的学生他会喊 2， 他这边也喊了 19， 那么他接下去就喊多一个17万，因为一轮17个人嘛，就36，以此类推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号码，比如讲36，它除以17，它的余数会是2来的。 OK， 那么呢，我们这边我可以把这样喊2018的学生编号，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题目基本上我可以把它给简化成2018除以17，它的余数会是多少。那么我只是要做一点除法包咯，所以就11 10吧，是吗？31，所以就17 18，然后我这边就有136，所以就12，所以14 118，然后余12加这样。对不起，字体有点丑，我要写美一点。11 17 17 14 8，可以减136，然后呢就等于12，所以呢这个余数就等于12。所以呢喊2018的学生编号会是12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啊，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它给换成就是这样来比较数学的方式来理解的话，这题可以一分钟秒杀，没问题的，真的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讨论了第八九十，对，没有，九十十一十二。你看其实我们也没有写到什么东西嘛，因为到了之后要写的东西也是很多啦，所以其实慢慢来了哈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开始，我们就是3题3题这样过，然后到最后就2题2题这样子咯。所以我们下个影片里面会讨论第13、14、15题。下个影片慢慢期待吧。